苹果不好吃，为什么妈妈不给我好吃的点心？单位好。哦，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你知道我的名字？妈妈，妈妈不会听到你的大喊大叫。请试一试这袋兔兔土豆片。嗯，很好吃。兔豆片有一点咸，我很喜欢。兔兔片是用什么做的？走吧。这是兔兔片的厨房，厨房有很贵的土豆片鸡。哦，好酷哦！这个多少钱？10年前我在麦当劳工作，一周我工作6天，一天我工作16小时。这时候我不可以回家，每天我把我的手放在烫油的里面。因为我只吃土豆，所以我存了很多钱。我用麦当劳工作的钱买这个土豆片机。我不要听你的麦当劳故事。我问你，土豆片机多少钱？5000块。五千块？你工作10年，麦当劳只给你5000块？对，哎呀，听我的话。兔兔片只用最好的材料。你用土豆、盐巴和……这是什么？如果我喝了这杯，我会死吗？不会，你看着。嘴巴张开。嗯，你不必担心，因为兔兔片很好吃。不，对不起，我听不到。看这个，你怎么做的？魔法。兔兔土豆片，第一个材料是魔法。